归。断尽的拳头不松手，过河的卒子不后退。这样更好。为了慎重起见，我将宗阳会议概略奏报天王，请各位将军回去待命吧。是。智怒。哎，这不是当年林则徐贴在房间里的那个条幅吗？哎，大哥何以仿效啊？天子周围啊，没几个好人。我们湘军虽不敢说是挽救了大清，可以算屡建功勋吧。可现在对咱们冷落如此，咱们现在在家守制服孝，皇上也不再下上谕夺情了。没到时候，我看快了。长毛石达开自江西入浙江，清取龙游随昌，又下松阳，朝中为之大震呐。朝廷虽有张国良、福兴、周天化这些大将迎敌，可没有一个可以服众的大元统帅。想用何春，何春又称病推诿。我看朝廷快想起我来了。大哥，朝廷六百里加急到了，为你办理浙江军务，命你督湘军迅速援浙。你看，不知守制了，又来夺情了。哎呀，皇上一到危难的时刻就想起咱大哥来了。大哥呀，你真是个力挽狂澜的干才呀。咱们什么时候出发？马上令萧启江、张运兰、王开化各营到江西千山河口集结待命，等我一到立刻挥师入浙。石达开率军出走之后，并未取得军事上的胜利，不仅江西丢掉了四五十个县城，在福建也未站住脚跟。众将出走，军心浮动，兵力锐减为四万人，使石达开陷入了痛苦之中。
们已经在龙泉血战了三天三夜了，伤亡太大，我们已经阻止了青妖的攻势，马上撤走吧，进入福建的仙霞岭，到蒲城一带去与杨义清、杨府清会合，快去啊！是，我马上令后队为前队过仙霞岭。我最近想了很久，我看我们还是反配天朝吧。那义王会怎么想？会不会说我们兄弟出尔反尔？哎，现在顾不了那么多了。我们撤走之后，青妖的江北和江南大营又重建了。镇江丢了，九江湖口也丢了。石达开背离天朝，我们跟着他算是怎么回事？是啊，石达开是东打一气，西打一气，完全是流寇战术，我没看出有什么前途。况且，天王为我们杨家昭雪了，东王也平反了，我们回去是不会受到歧视的。那好，那就听哥哥的，反背天朝。只是，咱们得跟义王打个招呼再走吧。不必了，一见了面就走不了了。对了，我已经给天王写好了反背天朝、保卫天王的表彰，你拿去看看。要是没有什么改动的话，就派个人秘密送往天津。现在我们要派兵打入江西。哥，没什么可改的。嗯。哎，哥，有一件事我一直没告诉你。我们打入闽北前，我派了个人回天津去接嫂子。可是，嫂子她疯了，掉到井里淹死了。太平叫人拐走了，到现在也没有下落。说的是啊。玉娟是世间最悲惨的人了。东王遭劫，他跟着受劫难。北王府大屠杀，他又成了韦家的人。一想起他来，我这心里就像刀绞一样难受。我们得想办法找到太平啊。茫茫人海，上哪儿去找啊？你不如何？还好，苦点没什么，可有些士兵情绪不大好。为什么？一支队伍离我们而去，一支队伍回天津保卫旧主，这对大家是个很大的刺激。大家总在问，我们一会儿江西，一会儿浙江，一会儿福建，这到底为了什么？打到什么地方是个头？你岳丈黄大人在吉安战死的时候也说悔不该拉出来呀。谁说一支支部队离去了啊？那是我派出去的，总不能让十几万大军都住在一个地方吧。殿下，瞒不住的，现在早都传开了，杨府清、杨义清带走了3万人马，八月经略杨再由又率万余人经铁牛关入江西，跟杨府清合兵一路了。他们都姓杨，走就走嘛。
可是国宗石振吉、石振长也走了呀。殿下，也许我不该说，不过你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。我跟了殿下这么多年，大事小事殿下精明过人，从来没错过。这回殿下不受天王金牌带兵出走，我看是错了。你找死！你杀了我的头我也要说。殿下，与其眼看众叛亲离，不如及早回头，天王不会怪罪你的。听说易阳没有死，难道易阳的出走你还不悔过吗？什么？易阳没死？是的，他在江北和李秀成在一起，现在天王启用了陈玉成、李秀成等一批年轻将领，让他们力挽危局。听说他们打了几个大胜仗，正在进攻青瑶二度建立的江北大营，皖北的许多城市也失而复得。可我们呢？我们把江西占有的四五十个县都丢掉了，在福建、浙江也没有站住脚，现在军心越来越不稳，难道殿下还不三思吗？胜败一时，不足为凭。我手上还有三四万人吗？可现在部队的纪律也大不如从前了，大家觉得越打越远，越走越偏僻，越来越看不到希望了。你再敢散布这些动摇军心的话，我就杀了你。我只是当殿下说呀，殿下你不要玷污了你办事的英明啊。你给我滚滚。这是我的指挥剑，怎么样啊？我带兵到这儿，你呢？带兵这边来就接应，我可以包抄过去。你的剑在这重炮的剑上。现在，石达开已离开浙江，走福建。你等不必尾追，我们定出了四路出鄂攻皖计划，攻敌之不备。多隆阿在，胡林翼在，李旭斌在，各统一路，我与曾国荃为第四路在，刻日出发，你们去准备吧。是。启禀大帅，李鸿章专程从南昌过来，来看狄帅。他说是狄帅约他来的。是啊，少荃回南昌看母亲，我托他哥哥约他来一叙。人呢？在外面。快请进来。是。请。念家子拜见老师大人。你回南昌尽孝道，我却把你拉到这里，令堂大人没骂我不近人情吧？他老人家好吗？好，学生拜见老师。免了免了免了。请坐。老师请。你在安徽办团练已经五年了吧？啊，比在京中当翰林院编修如何呀？哎，念家子恐不是运筹帷幄之人，练了几年兵屡屡败绩，给老师丢脸。哎，不能这么说，历练历练就好了。我也算得上是身经百战了，不也败了几个大仗吗？金港之败连皇上都知道我自杀的事儿。在京中不是对我有许多传闻吗？你一定听到了。人都知道我是大帅的高足，
有什么闲言碎语也不会在我跟前说。有人说我亲自带兵上阵，每仗必败，我派湘军将领上阵，则每仗必胜。细想想，果真如此。能将兵者将才而已，可御史将军者帅才也。你还是这么会说话。说来也许你不信，这么多年我连马都不会骑，可天天在冲锋陷阵。三国时诸葛孔明也不会骑射，每出征必是羽扇纶巾，宝盖华车，这才是善用兵的大家之风。这回你别走了，有你在我身边，我的烦恼就会忘得一干二净。江南大营冯子材部的5000援军已经进驻小店了，看来他们是奔乌衣而来的呀。哼，那不是以卵击石吗？德兴阿这步棋又失算了。是啊，我们俩在击溃冯子材的援军后，便可联手进攻浦口。我呢从正面进攻，你侧后迂回，九福州围郡部从江北渡江夹击。啊，二破江北大营，这样天津事变以来的被动局面就会被扭转了。是啊，刘成啊，你听说了吗？杨辅清、杨一清、杨再田已经脱离了石达开，反配天朝，回保天王了。石达开不得人心，以后会一天天让更多的将士看清，这是大好事。是啊，天朝中兴有望啊。对。心不成啊，你呀、啊、再跳下去这回可没人救了。哎，你这人真不会说话，劝人家死啊。哎，不会，你知道是谁救了我吗？谁呀、啊、吴玉荣，你忘了吗？吴玉荣啊，哦，哎，你还不赶快去找他，你不是还保存着他送你的同心结吗？还有这事儿啊，吴玉荣早嫁人了，同心是同不成了。哎，你把这消息告诉他可不好，他要过度伤心就没法打仗了。好啊你啊。走。嗯，好啊好啊，浮云岂能永远蔽日，我天朝将士陆续离开石达开返回天朝了。这次回援天津的谭体元、傅忠信、石振长、石振吉都是石达开的亲信本家，他们既然给天王发来了秦王表，
天王是不是对他们下加冕诏旨？对，一定要下。总算云开日出，天国又重新发达了。这些人应该重新加封，该封什么？你先拿出个章程来。天王既然要在浦口设立天浦省，那就该选一个既能征惯战又老实可靠的人当守将才是。浦口是北面的门户啊。对。哎，李秀成不是推荐了一个叫薛之元的吗？朕不知这人到底怎么样。据我所知，他是捻军的首领，与降了青妖的李昭寿过从甚密。那李秀成知道这层关系吗？我想他不可能不知道，连我都知道的。既然李秀成没有说他不行，现在撤换也不好，用他去吧。哎，陈玉成不是有奏折吗？所作何事？陈玉成原想再克江南大营，他攻下六合后，李秀成攻下了扬州天场，李世贤攻下了宜征，这面大胜。可是皖北腹地却连失州县，一天发来了五份紧急求救的文书。陈玉成的意思是请调李秀成大军西援。陈玉成现在直出朝鲜，进抵白石山金牛镇一线，准备包抄湘军李旭斌、曾国华的后路。既然这样，让李秀成立即西援。将在外，军命有所不受，有些紧急军务，陈玉成可以随机应变，不必事事奏报，免误大局。陈玉成和从前的老兄弟们不同，从宗阳会议以后，他事事奏报，倒是没有自专之嫌。天国将士对陈玉成的评价如何？有人说，他兼具了东王和翼王的才干，为人又平和，又不抢功，又是任何人不具备的。天父不弃我呀，赐给朕一个陈玉成，一个李秀成。这陈玉成朕早就看中了，那时候他还是个童子军。是想召他为天长金公主驸马的时候吗？一妹无福啊。我马上派人加急送信给陈玉成，让他按计划行事。对手又是湘军吗？对，是那个叫李旭斌的，很能打仗。曾国藩的弟弟曾国华也在那儿。告诉陈玉成要特别小心，朕并不怕满洲八旗，可是曾妖头的湘军可是让我们吃了几回大亏啊。大哥，大帅，大帅，帅，诸位，请坐，请坐，请坐。好，请用，请，请，请。啊，哎，少权怎么没来呀？大帅，他说头疼，让你们先吃。不改掉放荡不羁的毛病，将来怎能成大器？叫他装病好了，他不来，老夫今天绝食。快去把少权叫来。是。大人，您快起来吧，大帅发火了。好，马上来。来来来，吃。三河镇是长毛屯弹药、屯粮之地，这里驻大城一座，城外尖垒九座，守
将吴定圭也是个骁将。我们呢，必须先攻外面的堡垒。我哥哥再三让咱们退守桐城，咱们可能是犯了兵家大忌，太孤军深入了。听说这个陈玉成和李秀成已经向三河围了过来。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呐。不至于那么严重吧？我们到前面看看吧。好。骄兵必败。李旭斌占了前山，又想攻安庆，又想陷桐城。他以为长毛陈玉成不堪一击，想一口吞下皖北腹地，吞得下吗？李旭斌东进，必然形成孤军深入。不过，李旭斌率7000乡勇占了舒城，长毛撤守三河镇，现在是他名声大噪之时。他自称进兵32日，深入400-500里，寇成垒望风披靡。胡林翼再三告诫他，要他头脑冷静。他说什么？明众耻退。告诉他，长毛正看出他后路空虚，诱他深入呢。叫他马上回桐城。他必不听。他不愿与人合攻安庆，他要独树一帜，创建奇功。他请官至台增援，可官文根本不理他，他仍在单兵突进。唉，李旭斌败亡无日了。李将军好，李将军好，诸位好。秀成、玉成，你来了就万事俱备了，请。好。现在李旭斌在三河镇是自掘坟墓，诸位都过来听听李将军的见解。好，我已进至白石山，湘军呢已经在我们的包围圈中了。如果三河打胜了的话，可解安庆之围啊，那么安徽呢就没有后顾之忧了。好，我已在樊家渡、王家祠埋下伏兵，引诱湘军进攻金牛镇，他们兵力单薄，必分兵迎战。你我两军10万之众，可以以多击少。可以数值包抄，数值迎战，叫湘军首尾不能相顾，我们必获全胜。太好了，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。大人，援军不能到达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立即令金国琛、陈子玉率部拒援军，顶住陈玉成。光顶住也没有用，李秀成的大军已抵近白石山了。悔不听曾帅之言呐。
这是李旭斌。啊。这是曾国藩的六弟曾国华。好，来人呐，买两副好棺材，把他们升殓起来。是。爹，爹啊，等咱们赶到三河，说不定人家早就开刀问斩了呢。啊，哎，那就看那子瑜的命大小了。万一不在了，这尸体啊，总得收回去啊。哎，爹，这次打三河就是陈玉成当大统帅，说不定他能手下留情呢。哎呀，这么多年了，他能记得过去的情吗？再说了，哎，他也不会知道陈子玉就是你丈夫啊。爹，咱们快走吧。啊。告辞了。告辞。大哥，吃点吧，已经好几天没吃东西了。这胜败乃兵家常事嘛，六哥是为国尽忠的，他也是我曾门的光荣嘛。慢着。三河之败，比当年的靖港之败更痛我心。李旭斌是我湘军的一员大将啊。我本来以为长毛、石达开引兵出走，他们已没有能人了，不料却又出了个陈玉成、李秀成，少年老成，善于用兵，将来叫我们如何对付啊？大哥，皇上下了上谕了，追赠李旭斌为总督衔了。这总是对亡者的慰藉。李旭斌、温普还有金国琛三人的尸骨都落入贼手，叫我无法面对亲人呐。大帅，长毛、陈玉成给老师一封亲笔信。怎么，陈玉成想奚落我吗？大哥，大哥，这陈玉成啊，也太嚣张了。给我。肯定是计，哎，大哥，可不能去啊！尸骨不要也罢了，恐是诈术。陈玉成说是交还尸骨，为什么非要老师去领尸啊？啊？又为什么说他亲自押尸来还？这分明是圈套阴谋，是要捉拿老师啊！回复陈玉成，双方约个地点，我去见他。哎。大哥，千万不能去呀！这不明明是圈套吗？我意已决，你们不必再劝。我不能让陈玉成小瞧了我，他在试我的胆量。我若不去，不是在他面前矮了三分吗？再说，为了三员爱将的灵柩，
我也该去。别人为国捐躯，我为什么不能？最坏的结果是他们不守信用杀了我，那也好，我也算为朝廷尽了忠。那要带一队洋枪手埋伏起来，以防万一啊。大丈夫以诚信为荣，既然陈玉成约书上说只能带一个随从，我就带一个去。子之，你随我前往。万一那陈玉成心怀叵测，带的不是一个人呢？是啊，长毛贼能有什么信义可言呢？长毛必不欺我，只是想在我面前抖抖威风。我兵败神不败，一定要去。那儿，爹，快！站住！求求你让我们进去吧！是啊，让我们进去看看吧。我是去看我的丈夫。是啊，谢谢你了，爹，快！来了，爹，你怎么来了？孟和，快点救我出去啊！不行不行，哎呦，求求你了，他是我丈夫啊！什么人啊？不行，等着，快点说，快点说。阿姐，请问呐，你们这里头领是谁呀？是不是陈玉成啊？嘿，你这个老头真是胆大包天啊！我们前金主将玉天侯的名讳是你叫的吗？不怕磕你舌头？我该死啊！玉天侯陈大人住在这里吗？是又怎么样？你是来求情的吧？他对青妖可从来不客气。你儿子死定了啊！快！大人，求求你，给他点水喝。爹呀，我去去就来。报，有一个民女要见陈将军。你不是知道陈将军不在吗？我说了，可是他还不信，他说他和陈将军是旧相识啊。你干什么？我要见陈将军。你要见陈将军？你有什么事儿跟我说。跟别人说怎能一样？我在这里等他。